歡迎收看德先生雞精班。咁我係節目主持人啦，李耀基。咁亦都有我哋另一位節目主持人阿李健勤嘅。阿勤啊，今日我哋請到個嘉賓好熟面口喎，即係其實我哋唔需要點樣介紹都得㗎，係嘛？不過我諗好多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呢位嘉賓啦，就係、是、馬岳。咁馬岳咧就係、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嘅副教授。今日咧佢就會同我哋講下香港嘅民主運動喎。咁咧，馬岳教授，大家平時喺電視機都會見過佢噶啦。咁就即係有關於即係無論係選舉嘅研究啊，又或者一啲政治嘅評論，都會有阿馬岳教授嘅。咁亦都馬岳教授亦都咧係喺我哋學術界入邊咧，亦都係有好多關於香港嘅一啲本土嘅政治嘅研究著作嘅。咁喺呢方面，即係馬岳可以話已經係香港嘅其中一個權威之一啦。咁我哋都即係想即係知道翻啦，即係馬岳，即係可能喺即係其實你真係開始研究即係有關於香港嘅一啲政治課題，其實係大概邊個年代開始呢？我自己你自己係你自己，我諗我自己未必講研究啦，咁讀書嘅年代可能已經係即係關心香港嗰個政治發展。咁因為我八十年代即係讀大學嘅時候，啱啱就係前途談判啦，即係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啊，咁跟住民主運動嘅開始啊，咁就草擬基本法啊等等，咁跟住即係當然其實之後我諗八十年代初期咁其實係一個喺香港嘅政治歷史上面一個好重要嘅政治化嘅過程，即係話在此之前比較少人去討論。那個即係有關政制的問題啊，或者民主化的問題。但我想就由八十年代初期，自從中英談判開始討論香港的前途問題咧，咁就一路其實那個即係民主化呢個課題到今時今日咧，我諗仍然是即係最重要的，即係影響香港政治即係或者社會最重要的其中一個課題。有些人咧就話，即係香港的民主運動已經走了二十幾年啦，即係似乎都係講緊話，其實香港民主運動是八十年代開始民啊。咁係咪即係其實講緊八十年代之前的香港人其實是不是很熱衷民主，甚至是完全冇一個民主意識，甚至是即係根本冇諗過要所謂當家作主咧？我諗就一般的講法或者很多嘅跡象都顯示就即係在戰後很多落嚟。香港的人其實都是難民嚟嘅，咁就即係逃避內地，可能是戰亂啊，或者即係政治嘅動盪啊、經濟嘅不景啊，咁樣等等走嚟香港。咁就即係變咗好似我阿爸阿媽嗰一代咧，咁其實好多都係即係走難落嚟咧，佢對香港其實冇一個好強嘅歸屬感，亦都對殖民地政府唔係有一個好大嘅期望嘅。咁於是乎咧，就亦都唔覺得自己香港係一個即係佢一個即係佢自己即係生長嘅地方。咁變咗就話早年其實我諗就其實有一啲比較零散嘅社會運動，咁但係咧就話就算係譬如話1946年嗰陣時啱啱戰後一個港英政府提出過曾經提出過洋務期計劃，咁其實係一個叫做話即係想喺即係市議會嘅層面引入選舉、立法局層面引入選舉嘅一啲嘅一個改革咧，咁但係民間都冇乜好大嘅即係反響嘅，咁而當時當然就本地嘅工商界反對。咁就成為一個即係其實之後由四十年代一路到六十年代咧，都有一個重複嘅即係模式出現咧，就係話其實好多而家好多嘅歷史文獻咧，好多人去睇翻就發覺就話，即係英國政府其實嗰陣時好多時候咧係曾經想喺香港推行多啲嘅改革，包括政治嘅改革或者社會民生嘅改革，希望改善一下低下階層嘅一個住即係居住嘅環境啊，即係生活嘅環境，因為其實嗰三十年裏邊咧。英國大部分時間都是工黨執政的，咁於是乎佢哋就會覺得香港即係話即係啲有人啲人基本基層嘅生活咁差咧，佢哋覺得好難交代。咁但係咧就反而嗰陣時反對咧就係香港嘅即係一啲即係非官守議員，即係非官守委任嘅委任嘅非官守議員，行政局裏邊、立法局裏邊，咁就即係通常嗰啲都係一啲工商界嘅代表，咁就驚加税啊，驚即係諸如此類啊咁樣，咁就。如果講香港嘅即係比較接近嘅運動咧，好多人就會覺得即係話現在嘅民主運動咧，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先驅就可能係講緊七十年代嘅學運，同埋即係社會運動、壓力團體運動，咁就包括咗現在不少嘅民主派嘅領導人咧，其實都可能喺嗰個背景嗰度嚟嘅，即係話由六十年代尾開始就搞學運啦，即係重要一啲嘅事件，例如補吊啊、中文運動啊。等等反貪污觸覺拍啊等等，咁嗰陣時都好多係大學生帶頭嘅，
咁就到到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咧，就演化成為一個即係比較多嘅社會運動，咁就針對嘅都比較多係民生嘅事件，即係教育問題啊、房屋問題啊等等。而嗰陣時候就其實對真係嗰個所謂政制咧，即係要求政制民主化嗰、那個即係力量或者個聲音嘅行動咧，其實相對上係比較少。咁針對民生嘅運動咧，其實比較多。咁但係依個重要嘅地方就係話，在乎好多其實嗰個年代即係參與社會運動嘅人咧，到到八十年代咧，就變成為後來民主運動嘅呢個骨幹人物。但我一個奇怪就係、是。那次的大學生即係七十年代應該是天之驕子啦、啊。嗯、即對他哋嚟講，即係好多嘅民生問題、啊、包括即住屋的問題，我估佢哋都不是最受影響的一群。即係點解即係嗰一班人咧，即係今日所謂民主派的領導人，會咁大的即係有因去參與即係社會運動呢？而我哋再諗翻之前，其實香港大學都有了很久啦，即係大學生都不是七十年代才開始有。咁點解七十年代前不會出現有即係學生走出嚟去參與社會運動咧？如果你問啲學運嘅老前輩咧，佢哋就會話香港學運嘅分水嶺咧，即係我聽過呢個講法咧，就係邊一年咧？就係1969年。點解係1969年咧？嚇，就係因為嗰陣第一年有 grant 咯，即係有資助計劃。咁就於是乎就好多出身基層嘅人咧，就嘅子弟咧可以借錢，咁借錢然後讀大學。咁但係讀大學之後咧，因為當時能夠讀大學嘅人係非常之少啊嘛，咁就於是乎出嚟就自然可以揾到好嘅工。咁之後好快就可以還，即係我諗同而家嘅年輕人好唔同咧，即係話而家年輕人可能還好耐都還唔曬啲關窿嘅。咁啊到當時就一兩年兩三年就已經還曬，而且嗰陣時唔使息嘅。是冇利息嘅嗰陣時關東，咁就咁但係我諗嗰陣時即係如果答翻阿基嗰個問題咧，就話以嗰陣時其實好多即係當教育開始擴展之後咧，咁啊比較多低下階層嘅即係子弟咧入到去大學，咁佢你個講法係啱嘅，其實天之驕子嗰陣時即係好少人讀到大學，咁於是乎第一咧就佢哋有一個好重嘅精英心態，覺得自己係應該改革個社會嘅。第二咧就依批人咧其實就都係香港土生土長嘅。即係話同佢上一代唔同喎。頭先講話上一代佢哋阿爸阿媽咧，就對即係香港冇乜歸屬感。咁呢批人咧，就其實好多都喺香港土生土長長大，就由細到大咧都，但係佢係基層嘅，即係話覺得即係社會好多不公平嘅嘢，即係民生好困苦，即係工人嘅保障好少，貪污腐敗好嚴重咁樣咁，然後就黑社會橫行，諸如此類，有好多社會問題。咁於是乎覺得入到即係自己當自己成為社會精英階層之後咧，應該走出嚟去改革個社會。咁而亦都正因為佢嗰陣時係天之驕子嘅緣故咧，同而家嘅大學生可能係一個幾重要嘅心態上不同咧，就係佢哋係唔需要擔心揾工，即係話即係佢哋。太少人讀大學出嚟一定係可以揾到相對上好容易揾到工嘅，就唔需要擔心話出嚟係大學時代唔讀書啊咁樣出嚟就會揾唔到工啊咁樣，咁就於是乎依個我諗係一個幾重要嘅年代上面嘅分別，即係好多人都會認為六七十年代係一個譬如香港嘅意識孕育嘅一個好重要嘅時期，咁就因為一批土生土長嗰陣時叫做年輕人啦，而家大家可能覺得嗰班人好老啦，咁但係咧就嗰陣時係年輕人嘅一班，即係變咗走出嚟，覺得大學生讀咁多書，應該係愛嚟改革社會嘅。不過其實照馬咁講，其實原本香港係一個難民社會，可能對於本土意識唔係咁強啦，一開頭的社會運動都主要是集中一些民生啦，或者一些政治議題，就可能就是中國和英國那種殖民地那種議題啦。但是去到什麼階段開始香港真的有多些本土化的民主運動，即那個分水嶺或者什麼原因是導致到香港會有一個真的要追求民主那種的運動出現呢？我想就說我想六七十年代很多的運動呢其實都有一個幾重的反殖的反殖民地的色彩的，但是呢就我想嗰陣時就我就睇唔到好多運動嘅焦點會，譬如話要求個殖民地政府開放選舉，即係有個別嘅政治團體咁樣做嘅，但係就反而比較即係牽涉比較多人參與嘅運動，未必係嗰啲嘢。咁就我諗其中一個幾重要原因就我諗好多市民嗰陣時嘅諗法就話殖民地嚟噶嘛，點會俾民主你啊？咁樣即係英國佬點會俾民主你咁樣？咁我諗一個幾重要嘅分水嶺，一般人覺得都係八十年代初。就係話香港前途問題提上前台，咁就開始多咗一啲本地嘅精英咧，開始擔心。